家好，我是布布。我是布爸。今天是初三，前两天有出门走村拜年了吗？还是窝在家里追剧、玩游戏，享受假日时光？好利发宅新春特辑，今天也有准备节目。如目前所见的刮卡款式采用五路财神，号码则是请福妈提供的。等一下看过奖金结构跟玩法后，就来看看财神送了多少来。先来刮中间铜币这里，金额的金额，金额是000，然后换红包袋，也是刮出金额500，没有任何钱。右边上面这个福，刮出三个，来哥，有了，目前是500元。然后下一个刮金条，先来看幸运符号。帽子跟钻石，金币没有，金条没有，红包没有，红包袋没有，元宝没有，如意。再来右边这个也是一样，这个是幸运号码，刚刚是符号，15跟26，28 23 18，没有，11，没有，13，没有，19，没有，没有。来整理吧。18号这一张，我们看到我们中了右上这里3个500元，所以代码是 FIV 500块。不掉。第二张23号，交由布布来帮我们刮，开始吧。我要先从幸运号码，对，零的号码。型号码是18 21 23 17 20 28，没有。接下来是符号的钻石跟是什么？如意。如意。红包。金币、财、金条、帽子，没有。接下来刮这个，刮符，白，没有。5万。哦，我是100。来吧。回去哇，整理吧。23号这一张呢，它的英文代码就是 FYO， 没有中，拿掉。今天五路财神的测试就到这里，测试结束了。最后祝大家刮卡百刮百中，身体健康平安，5年大吉大利，财源大广进。也请别忘了订阅我们的频道以及按赞支持鼓励。感谢收看布布布爸，我们下一支影片见，拜拜，拜拜。